孔巴在万众期待下终于回归。第八季的回归带着史上最强大的卡斯与堪称最惊喜的众多一线老演员回归，尤其是蓝衣 Jessica Lange 的回归成为最大看点，其他还包括香蕉姐 Sarah Paulson、 艾玛罗伯茨、影后凯奇贝茨和人气男演员 Lee Van Peters。 看完剧不知多少粉丝有两处共同的感叹：一，白花花的屁股；二，多个我可以的男演员。但是不得不说，这季美恐是史上演员阵容最为华丽的。今天 Brad 就来细数一下这一季中最具亮点的男性角色。 Cody Ben 是 Michael Lang， 当 Michael Lang 的恶魔之子蓝衣最后一集暴走的那个孩子，在第一集片尾出现，波浪长发，优雅的气质与他由内而外的邪气，像极了暮光之城中那些贵族坏吸血鬼。第一集剧情不多，但是吸粉不少。身为该季的 boss， 肯定会有不少的吸粉。该角色演员名叫 Cody Stern， 一位澳大利亚演员，88年出生，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能身为卡斯拿下这季 boss 角色，证明他的演技不容小觑。或许仅其名字有些许不熟悉，但是这次出演的角色风格跨度可是令人叹为观止。从哪季的同日男友变身暗黑吸血鬼 Cody Stern 的最光辉的代表作是《美国犯罪故事二》，剧中那位软弱没有主见的 David， 他饰演的 David 长相俊气且暗黑，在剧中是一位同志角色，和男主 Andrew 有一段纠缠不清的亡命感情。虽然只是配角，但是演技在线，特别是有灵魂的眼神，美醉播出后成功收获不少粉丝。多少痴男怨女直呼在《美醉二》中没有看过他。 Kyle Allen 是 Tile Fly Campbell 圣路教男星 Kyle Allen 也加入阵容客串。那一位具有独特血统的邻家男孩 Timothy Campbell， 一位初来乍到在安全区中被猜想成了新世界亚当的角色。 Kyle Allen 以作品 The Path 2016 One Night 2016可以 XX2017闻名，最让人熟知的就是美剧《圣路教》。Kyle Allen 早在当演员前是一位从事学习杂技六年，所以积累了不少演出经验。Kyle Allen 也说，这次出演《美恐》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Lee Van Peters 是一位富人 ，Lee Van Peters 可是《美恐》的常驻演员，一位实力派卡斯。但是不得不吐槽，小天使 Lee Van Peters 的颜值简直随心所欲，这季的形象也是使人迷醉。但是从第一集的戏份来看，在剧中的他也应该是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伊万彼得斯 Evan Peters 1987年1月20日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影视演员，他的成名作就是《美恐》，也算是陪伴美恐长大的男孩。2013年他加盟 X 战警未来昔日，饰演万磁王的儿子快银。2014年1月6日向交往一年的女友艾玛罗伯茨求婚，双方顺利订婚。2016年出演 X 战警天启，继续出演快银，抛开前几季的角色，这一季中的 Lee Van Peters 有人说他的造型装的，有人说要改变风格，但是我个人觉得银发墨镜挺酷的，只是不知道为何定妆照拍得如此惨不忍睹。但是毕竟有实力在，女巫季节就是亮点频出，相信这剧的对戏应该有不少看点，一起拭目以待。 Jeffrey Bowyer C.H. Chapman， Jeffrey Bowyer Chapman 是一位同志男星，曾经演出《镜花水月》，是一位加拿大演员，剧中他死去了帅男友。从第一集剧情来看，他的表演张力和台词功底都不错，希望在接下来仅有的戏份中可以表现得更突出。 Jeffrey Bowyer Chapman 是一名已经出柜的男演员，在生活中也有自己的男朋友，在 INS 上也经常撒糖。其实在美恐八中并没有出现，但是他的剧情成为了美恐系列的经典。但是看惯了美剧中四平八稳的西装绅士与肌肉壮男，而美恐四塑造的男胃中夹财万贯的阔少爷，日常闲得发疯的生活让人性的丑恶绽放得更加妖艳。说起 Finn Wittrock 本人，他的长相有着一种诡异的气质，端正的眼睛，平直的额头，以及眼睛位于面部较高的位置，都是一般帅哥的特征。细品他的长相，始终有种滑向狰狞的倾向，上翘的眉稍稍做处理即呈现疯狂的气势，下颚线突兀的转折使他产生像扑克牌魔鬼般的笑容。有人想起《闪灵》中那个发疯的作家吗？但是正经起来，Finn Wittrock 的颜值也是满分，不仅能够演得了心理扭曲的怪胎，也能演得了温暖柔情的绅士。美恐八已经更新了第一集，依旧是熟悉且诡异的主题曲配片头，
加熟悉而又诡异的重磅卡斯，本季确定一共有十集，还会和第一季谋杀屋和第三季女巫集会联动，没有补和没有刷的可以趁着现在看起来了。